其实我比较怕女生那一次不是语言上，而是她会不小心跟你有些肢体接触。哎呦，她就是会这样，比如说我示范，她说：“哎，我最近练了按摩，哎，那哎，我不是，示我们范一在下讨论好不好？”奈，你讲的永远是干。没有，真的奈的，她奈的，她有事相求，然后再跟你聊到按摩，说：“哎，我最近有按摩会一点点呢，哎，哦，你好高哦。”然后一靠上来，触电，触电，哇哇哇！触电了，那个不是按奈，那个是性暗示哎。什么意思？这种事情就叫他们来示范，你示范个屁！哎，是也是是，他妈错过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下礼拜再做一个按摩的。